今天去到明仔载，看有可能都白送的去好塔啦。下午好 ，Amy， 下午好。哦，这时间较长，代表车袂讲介济咯。也是真济。有迄大概吼，拢插伫个交流道。我爱甲你放起你啊，等都无趁。那再见。迄台米顶个足鸡巴个，人车人一定方向灯早就撇啊，拢一定。狗啊，伊嘛是甲你熟过。伊只个，哎，伊个都无像伊个一号只长哦，伊个毋是当人开一头钱。嗯，无啦，伊嘛是袂，大家拢安尼啦，袂大家交流都拢有足长个啦。北部天气很差哦，我将阳光普照，只是风小刮较头。够落雨啊，应该是无，应该是阴天吧。伊即马讲的那，东北季风。那是讲迄种，也讲迄种低温十度，迄有诶拢是北部的啊，所以咱遮是，咱遮凌晨都比北部较悬，较低好无？咱同寒拢嘛是加起。1968。高速公路的监视器进来得过来机，休十天哦，休十天等于公司哦。啊，即摆台北是毋是敢空城啊？阿咪，应该台北应该处理，应该做好开的吧？应该无啥物啦。应该是拢落来南部的较济啦，应该上少减有一半啦，北部应该上少减有一半的人数。嗯，处理应该是人加足少。现在很多都回来了哦，今麦都回去啊。有啦，都甲你讲，今仔日上早，今仔日人就会回去啊。上晚明仔载啊。有要找我就回去啊。你看北上的今麦车，看的我拄啊看的，1968北上的，往南的较少，往南的较少。爱分散，因为十天有诶较会分散啊。你若是搁要挤到最后。刚回去吼，但是足塞嘞。大家一定想讲啊，明仔载大家拢要回去。要一天回去。有人会想讲前一天，啊有个人嘛想讲嘛算了够啊，算了忝啊。应该是同康，应该是除夕到初三遐，迄搭应该同康的啦。有人有诶是拢总。我觉得反而最后一天不会塞。应该是啦，最后一天应该是该倒的拢倒去啊。前一天，到明仔载应该是较高碳啦。礼拜应该是较袂碳。台北迄几工会有人的，可能就是拢中南部的去北部佚佗的啦。哦，像阮只家己文化路塔家呢，签着要停倒哦，真侪人着。因讲已经。你著注意，因去眉山讲趁点外钟啊？佫行路，佫行足远个咧。嗯。讲停一个车，讲行几落公里。哎呀，我哎呀，我到遐我甘愿绕算绕空砖。哎呀，绕空砖加走，我嘛袂无爱。而且伊讲伫遐塞车，塞点外钟啊，哦。一个眉山公园尔。哎呀，你若塞点外钟，有时啊想讲都拢塞落啊，会当两早回转就紧回转啊。欸、我真正无迄个坚持，无迄个坚持啊！无迄个耐心。嘿啦，我未讲一定要去啦。就去找别位啊。因为眉山对咱来讲，咱平日买当去啊。我即个就车较济啊，即个就坐车。我即个干一届创两个车道，三个车道。哦，搞嘞。哇，一台好啊！螃蟹走路，螃蟹车呢 ？APD 7690啊！哦，去交流道直接换三道啊！换三道，厉害！